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湘妹洋子，今天又来姐夫老家了啊！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看一下我姐姐家的猪，我姐姐的爸爸就是我姐姐公公，姐夫的爸爸养猪，这里有六头猪，这是今年下的第一窝，这里有两头小猪仔，这是第二窝。今年有8个二师兄，你看长得白白胖胖的。二师兄，嘿，二师兄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可爱呀。还有三头在睡觉。动都不动，大母鸡，大母鸡，大母鸡，往小里，大点。他们讲也一些疼痛的。原来就是的。你像你们到今儿把烤麦的也红着。妈买红糖的话有还有五能银糖。再给我带水饺啊，俺老子又是没吃的啊，带水好了吃的。带八水，不要八水。用盐水擦洗一下，消毒。山上好多鸡啊，掉了一块，哎，好痛呀。今天的是吧？嗯，这是今年的新鲜的，你看，新鲜的，这个颜色好漂亮。那就是新鲜品。哦，里面好多蜂蜜啊。有一点耍大，热着了，我去补肠子了。
嚼出来最后像个泡泡糖，把那泡泡糖要吐掉。你嚼那么几点儿菜，多嚼点儿。起来。嗯。我微猫演的那个节目叫加菲猫秀，而我就是加菲猫，我才是那个节目的主角。听不听？我常常看那个节目。好甜。一口，还切成了味道儿。你渣子。最后就把渣子吐掉就行了。听不听？嚼。嚼啊，嚼出来像泡泡糖。嗯，你尽量嚼。台词是啊，你别吐它。今天我们取的那个蜂蜜，因为去年没取，很多老的那个蜂巢看着是有点发黑的感觉。如果是新的话，就是黄色的，很漂亮。这个车不错啊，好帅。你家有我的鸡的鸡吗？嗯，你家。那我过年那个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袁中元把这，你这可以搞。我们两个跟着嘛，要看到不统一很多的。啊好。我们两个跟着。雪峰的师傅走啦。这种野生的蜂糖，纯正的，我刚才问他了，他说卖120元一斤，还挺贵的哦，一年就取这一次哎。这一年只取这一次，你觉得120一斤贵不贵？你不肯定不贵啊。不贵哦。你到外面买，你从那弄一瓶的都是几百呀，而且不是顶贵，顶中风头。嗯。好多支架呀，竹子，种菜用的。一二，来，再等一下。